呢幾年其實科技日新月異，很多醫生都用緊科技咧去優化或者改善自己的問診情況嘅。咁以前個病人就真的要嚟個醫務所度去問病啊，跟住攞藥啊咁樣嘅。咁但係今時今日，而家醫生很多都用科技，有啲再加埋啲人工智能的技術，去幫每一個病人進行一個更加適時同埋一個更加個人化的診治嘅。咁同埋再加上呢排疫情之下，好多人唔敢出街，咁我哋啲網上嘅會診嘅平台更加能夠幫到個病人，可以更加快速地同埋更加適時地，令到佢哋就算唔出街都好，都可以問到醫生關於自己嘅病，了解多啲自己嘅情況。咁頭先講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啦，咁好多公司其實或者好多大學都做緊咁嘅研究嘅。例如 Facebook、面書，他們自己本身有做過研究，就是透過看看每個人在網上擺了什麼，去看看他有沒有自殺的風險的。同樣道理，用 IG 有些人就做過研究，就說如果某些人擺上 IG 的照片有不同的色啊，有不同的他們叫 filter， 就看看他有沒有抑鬱症的一個風險的。咁有其他研究亦都話，譬如話透過每個人嘅講嘢嘅方法啊，佢個音調或者佢用手機用得幾多，去睇下有冇其他精神病，例如創傷後遺症嘅風險嘅。科技喺治療同埋監察上都有啲幫助嘅，例如喺治療上啦，而家好多市面好多智能手機嘅應用程式都話可以自己幫助抑鬱症啊或者焦慮症嘅狀況嘅。不過一般嚟講，對病情比較嚴重嘅病人咧，就個成效唔係好大嘅，亦都冇話一個研究可以話邊一個應用程式比另一個更加有用啊，更加幫到病人嘅。咁其實國際指引上都唔會話單靠某一個應用程式而去醫治精神病啊，例如自毀啊或者創傷後遺症啊。監察上咁，其實而家市面好多人有用啲智能運動手錶啦，咁呢啲可以度出一個人嘅睡眠時間啊、質素啊，或者每個人嘅運動量啦。咁其實呢啲數據都好能夠幫到個病人同埋個醫生去了解病人多啲個日常生活情況啊，同埋治療嘅成效嘅。例如食咗劑藥之後，有冇瞓得好咗啊？或者做多了運動的。咁其實同好多其他專科唔同啦，喺精神病上，好多病人都覺得其實同醫生能夠面對面傾偈咧，有一定嘅好處嘅。咁有時透過網上會診，因為可能個本身鏡頭問題啦，我其實可能睇唔到啲面部啲細微嘅表情啊，或者身體語言咁樣嘅。咁同埋就算病人唔開心嗰陣時，我都唔可以用適當嘅身體語言去幫手安撫佢嘅。咁喺醫治精神病，其實我哋除咗藥物治療之外咧，其實同個醫生建立好一個良好嘅關係咧，其實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人工智能或者科技呢刻其實就唔能夠完全取替一個醫生角色咯。咁頂多可能係我哋用人工智能去輔助我哋嘅診治，例如話去計算出一個人自殺風險幾多啊？但係就唔係完全能夠取替一個醫生去幫手去問病啊，或者關心啊，同埋開藥咁樣咯。